超开心的，而且呢，这一次呢，我跟莎莎一起来，所以我们两个就可以尽情的在爱宝乐园里面狂玩。这样子的话呢，就算麋鹿今天不玩，或者是麋鹿待会吐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玩。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我带大家一起玩爱宝乐园的 vlog 影片。耶！然后我们现在呢，爱宝乐园它其实是在京畿道附近。你如果从首尔搭出来的话，大概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呢，因为今天是假日的关系，所以人超级无敌多的。然后现在刚好就是又因应着樱花季，其实爱宝乐园的外面它有一些樱花，然后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好，总之非常的期待。现在我们要去玩遗失的峡谷，麋鹿什么心情啊？没有玩，没有玩哦。你们排三小时才玩到，你们直接来竟然不玩？对呀、啊。那要干嘛？就是一个遗失的峡谷。谁遗失？我遗失。我跟你讲，为什么麋鹿每次都不玩？因为他就是一个容易晕的人，而且他会立刻就是快吐出来的，你就会觉得虚掉。好吧，那上他的床。做完之后，我今天就不会讲话了。好，那你还是不要搭好了。我以为你要说他想说，那你还是不要讲话。重点是要排三个小时，哎，好久哦。这个我们上次有玩吗？好像没有，哎，我们就是玩那个啊。哎，我们来云霄飞车，我们来看一次峡谷拍一张。好，哎，我跟你讲，你等一下要玩云霄飞车，因为它这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我有说我不玩。它是全亚洲最好玩的。期待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韩国的时候，我们就是去过爱宝，然后也去过乐天，但是呢，我真的是真心超推荐，如果你真的要来韩国玩又想去游乐园的话，真的一定要来爱宝，因为爱宝真的超级好玩，它完全不会输给亚洲其他地方的游乐园。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它卖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这一些，它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共鸣，因为就是跟你小时候看的卡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它的游戏非常刺激，真的很好玩，我 OK， 你可以吗？可以啊，它应该不是那种转的吧？它是那种泛舟吗？泛舟类的，我可以。好好。好像很好玩呢。上车了。我刚刚刚刚说的是两个人一组，每个人一组。哇！莎莎又要。他坐那个，不知道坐哪。아니세요네부모님과무릎위쪽에앉아주세요환영합니다짬버불만을깔아주지않도록조심해주세요그리고우리가져가버릴수가있습니다미루什么心情미루什么心情한대예수분들이많이들어주세요제가여기앞에사슬걸었는데그럴걸때가져가버릴거예요이게어떤날아가지고오하요아프리카말로흑지않아요어떤누가이때가온바람을我的朋友们有一种入味哦。右排자오른쪽
왼쪽 나무 위에도 만나볼게요. 네, 어깨 쪽이 좀 털이 많이 부족하죠? 왼쪽으로 볼게요. 자, 여기도 많은 동물이 있는 야생인 쌍둥이 나무도. 강찬아! 강찬아, 근무 시간이야. 일해야지. 강찬아, 안녕? 강찬아, 일하자. 아, 그럼요, 알아서 씁니다. 이 친구는 지금 그냥 귀찮은 거예요. 강찬아, 일하자. 올라가. 오른손 보세요. 겨울잠을 안 자는 대신 성인들 내게 잠을 자는 그런 포인트가 한참 있지 않아? 걸어 다닐 때 안 너무 힘들다. 입으로 보자. 经过了刚才就是看了所有的动物之后，我们终于要去搭我最期待的云霄飞车了。我跟你们说，我之前真的来了搭了两次，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玩，而且它非常的晃。但是米露他说他不想玩，上次坐一次下来就很想吐，因为它就是在上面大概长达大概三分多钟吧。它是一个持续性的煎熬。就跟大学联考一样。哎，你有很期待吗？我想尿尿。刚刚我们已经玩完了云霄飞车了，然后在上面真的很冷，可是我就是开始玩的时候，就是开始这样冲的时候完全不会冷，因为你就觉得超级可怕，可是真的很好玩。对，但米露没有玩。然后我们现在来的这边呢，就是它是那种就有点像是那种射枪级的那种游戏。可是它那个娃娃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如果是迪士尼或 Universal 的娃娃，就会是那种你很有共鸣的，就是你小时候看过的卡通。可是我觉得韩国的游乐园就是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没有共鸣的，是因为它的娃娃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卡通人物，他们自己的乐园的人物。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会不了解或者是不知道，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共鸣的感觉。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有拍万圣节的爱宝乐园，然后那边呢就是之前僵尸表演的地方，但因为现在不是 Halloween， 所以它现在就是完全的改版，就是变成是其他的主题，就像后面那样子。对，但不知道晚上有没有什么表演。它现在这边呢有非常多这种花，因为就是可能是花季的关系吧，就是应该是他们这次的主题，然后其实还蛮漂亮的，其实很好拍，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可是我觉得在韩国比较少可以看到这么鲜艳的花，所以如果有的话其实还蛮难得的。对，然后后面那边那个建筑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德国的时候吧，那个罗马广场的那个建筑，它是一样的概念。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刚才因为看到宇宙少女一点点兴奋，因为我认出来是谁。吃晚餐了，这是我们点的沙拉，然后还有这个披萨，因为莎莎跟米露想吃。啊，好吃吗？正宗。OK。其实我更想吃韩食，因为我觉得才刚从欧洲回来，我真的觉得。对啊。我好腻这些食物哦。我想吃那个石锅拌饭。那个很好吃，还不错。耶，我们结束了今天在爱宝乐园之旅，开心吗？开心，每次来游乐园就觉得很开心。现在带这个我要回家。对，今天有一个那个向宝，
接你回上宝，跟我们一起回家。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爱宝乐园的 vlog 影片。其实我觉得每次来游乐园，我真的都很不想拍，但是我就是真的很想推荐你们，爱宝真的超好玩的。对，就是这样。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就把这支影片给喜欢的我们，因为我们 YouTube 上人，这支影片会放你一个个人的下期影片，就把安妞。